这是我一九九九五之类的，九七。我已经知道我什么时候写的，反正很久了。九七。然后我写这个歌的时候是在讲我的好朋友，他的弟弟跟朋友去劫火抢劫，有没有像那个看电视新闻那种？然后现在已经出来了，已经应该出来很久了吧？嗯，20年，快20年，97嘛，明年就20年。嗯，那现在来唱写给小孩的歌。因为出专辑的关系，所以常常会有一些访问，那很多题目都会说，那你有没有写歌给小孩？常常问，所以就一直有把这个题目放在心里这样。那爸爸风灾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当我看到整个大都兰湾很大的一个大海湾飘满了漂流木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好，我要来写歌给我的小孩。因为我隔一年就福岛核灾，我想了一整年，我不知道怎么开始这个歌要怎么写。我想了一整年，就隔一年福岛核灾的时候，我说啊，我知道要怎么写。结果是在两个灾难的时候完成了写一首歌给小孩。亲爱的孩子， My beautiful baby，心摔了跤，没关系，亲爱的孩子，My beautiful baby，考试只有20几。没关系，亲爱的孩子， My beautiful baby， 卡达恰不见了，被人骗去。可是山垮了。
被污染。